蛀牙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疾病。你是否也被蛀牙困扰？特别是小时候啊，对啊，小朋友特别容易得蛀牙。蛀牙真是儿童的专利吗？真的是吃糖吃多了，那个牙齿就长虫了吗？导致蛀牙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它。它呢又容易粘附在牙齿表面，对，所以饼干最容易引起这个龋病来。今日健康话题：牙齿保卫战之别让蛀牙害了你。饮食养生会精彩马上开始。欢迎您来到湖北卫视饮食养生会，我是主持人段建海。爱美团，大家好，我是胖胖，欢迎您每天准时与我们相见。胖胖，饮食养生会爱问团资深团长，乐天派健康达人，实力派演员、主持人。Hello， 大家好，我是每天吃完饭之后半小时都会去刷牙的蓝冰莹。蓝冰莹，饮食养生会爱问团知识担当，80后美女营养师。美食作家、金牌自媒体人，大家好，我是突然发现牙齿好了之后笑容就更加灿烂的弘扬，你说是不是？弘扬，饮食养生会爱问团活力担当，实力派主持人、演员。其实就从今天中午大家吃饭吃的那么的利索，牙口那么好，就知道昨天大家一定把牙齿好好的梳理了一下。其实呢，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跟牙齿有关的健康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先来考考大家。我们这里呢有一些平常生活当中的习惯，看你们占到其中几条。来，我们请看大屏幕，您是否会有以下的习惯呢？来，电视机前的您，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一起来自测一下，用嘴巴呼吸。第一条，你们会有吗？偶尔，感冒的时候会有，因为我是长期是鼻炎，慢性鼻炎，所以我特别睡觉的时候，我都用嘴呼吸。用嘴巴呼吸，有些人会有。常喝饮料，时不时每个月有1-2天想喝，偶尔会喝饮料。不少人都会有喝饮料的习惯。对呀。午饭之后立即睡觉。Yes， 我是。哪有这样的福利？每天都要上班，5分之后就要开始工作了。对，还有午觉，吃得好就睡得好嘛。对，午饭之后立即睡觉，不少人也占到了。那刷牙的方式，横着刷牙。这个是肯定不会的。我也会，但是只是轻轻的横着刷一下，大多数还是竖着。我承认我会。好，嚼冰块呢？我有。有。喜欢吃冰的，蓝冰莹应该经常嚼冰块吧？对，我真的嚼不了，再嚼就把自己冻上了。刷牙之后吃零食，这个我偶尔会，我也偶尔会，对，偶尔会吃。然后睡之前再漱漱口，就没再刷了。对，没错。其实今天的专家呢，他已然出这样的题目的原因就是。经常会有这些习惯的朋友，可能你的牙齿要注意了，很容易出现一些口腔科的疾病啊，所以要格外的注意。那么究竟我们的牙齿应该如何去保护？牙齿除了我们之前所讲到的牙周病，或者是牙龈出血以及牙齿敏感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什么疾病呢？我们请出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请到专家是来自于首都医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罗冬青老师，有请。罗冬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从事牙体病、牙周病、口腔黏膜病等工作20余年，发表20余篇学术论文，主编口腔专业书籍2部。再次欢迎老师。老师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口腔科的疾病会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讲龋齿了吧？龋齿，也就是我们蛀牙，对，对。蛀牙是一个口腔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了，感觉每个人都得过，特别是小时候啊，对啊，小朋友特别容易得蛀牙。我们一般说到蛀牙，就会想到肯定是平常吃甜的比较多，吃糖啊，吃糖吃多了，当然就会长蛀牙，有这样的必然联系吗？是的，吃糖呢就可以产酸。这个酸物质对于牙釉质本身、牙齿表面的本身是会有一定腐蚀作用的，所以呢，它是非常非常容易引起你的牙齿的这个龋齿的。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小时候呢，妈妈呀、爸爸就告诉我说，不能吃那么多糖，吃了那么多糖呢，那虫就要爬到你嘴里来，就要把你的牙齿给你咬坏。真的是吃糖吃多了，那个牙齿就长虫了吗？它到底是怎么产的这个蛀牙？对，你说的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虫，老百姓讲的这个虫嘛，就是我们讲的微生物，一些细菌、菌斑在牙齿表面进行待的时间足够长，就可以引起龋病。酸可以腐蚀牙齿的表面，使牙齿的表面脱钙脱矿，而使牙齿出现缺陷。 细菌继续繁殖以后，这个牙齿就一点一点的腐烂掉。那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并不是说吃糖造成牙齿的这个损坏。那我要多吃酸的，那不是直接就把牙齿给腐蚀了，也形成蛀牙了吗？那你说吃醋就会把牙齿给酸掉？有些人工作环境在一个非常酸的一个酸雾的环境里工作的一些工人，他就非常容易出现。 很表面的这种龋病，广泛的牙面的龋病。还有其他的哪些食物也容易产酸，也容易腐蚀我们的牙齿呢？各位，我们一起来判断一下，好不好？来做个选择题，以下哪种食物吃多了会长蛀牙呢 ？A. 饼干 B. 牛奶 C. 水果。各位做一个判断吧。刚才老师说了啊，就是酸性的口腔环境比较会诱发这个龋齿嘛，对不对？那我就选 C。 比如说，我就想到的是个柠檬，柠檬就是酸的吧？常吃这个柠檬啊，我可能就会长这蛀牙。我选饼干，因为饼干就是又甜，然后热量又高，吃完了之后，我觉得饼干渣特别容易附着在牙齿上，然后很不舒服。我觉得。泡泡为什么选牛奶呢？因为小时候吧，就是上床之前呢，一定会先刷牙，对吧？ 但刷了牙之后呢，爸妈会说小时候还在长身体，一定要喝一杯牛奶才让睡觉。喝完牛奶一般就没有再刷牙，而只是漱漱口。我就因为这样，反正我得过蛀牙，所以我选牛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说，老师，那到底是吃哪些食物吃多了会容易长蛀牙？您给我们做一个标准的解释。还是 A 是对的，饼干 A 是对的，饼干。一个是它一般来说饼干都是甜的，它是高糖的，然后它是精细的，不用咀嚼的，然后它呢又容易粘附在牙齿表面，对，所以饼干最容易引起这个龋病来。牛奶呢，胖胖说了。 他刷完牙喝牛奶，喝完牛奶他没刷牙，他关键在于他没刷牙，喝完牛奶没刷牙上面了，他得龋病。哦，而并不是食物本身对牙齿的损害。对。养生小贴士：龋齿是口腔主要的常见病，也是人类最普遍的疾病之一。细菌和残留食物与唾液结合。 形成一种叫牙垢的粘性物质，粘在牙齿表面。牙垢每天留在牙齿上的时间越长，产生的细菌和酸性物质就越多。一旦牙齿结构变弱，细菌就会将牙组织侵蚀掉。孩子饭后吮吸棒棒糖、吃粘性糖果和干果和饼干等，都容易引起蛀牙。因此，减少食物在口腔内的停留时间，及时清理口腔尤为重要。 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哪些食物吃多了，也许会引起蛀牙。那究竟哪一类人群，它也许是属于蛀牙的易发人群呢？小孩儿，小孩儿对吧？喜欢吃甜食的女生，对，男生就不爱吃甜食啦。不好好刷牙的人，就是不注意口腔卫生的人。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观点都非常非常正确了。小孩儿在一些特定的人群当中，特别是。 非常小的小孩，他特别容易得龋齿。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小孩？是指长乳牙阶段的小孩吗？是在乳牙期的这些孩子。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即使不怎么吃糖的小朋友，他在长乳牙阶段，他也容易引发龋齿，跟他的喂养方式有关系是吗？对。好，这样子，老师呢也出了一道题，让各位一起来猜测一下，究竟。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喂养小朋友可能会容易引发龋齿？来，请看这道题：婴幼儿最容易导致蛀牙的喂养方式是哪种呢 ？A. 母乳 B. 奶瓶 C. 水杯。你们来猜一猜。这个不好选呀。这都没有什么生活经验。对，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不知道啊。猜一个呗。还有他吧。 我乱选一个呗。好，有两个人选 C， 就是当考试的时候，所有答案都不知道的时候，一般都选 C， 蒙的是吧？对。但是我觉得我排除法吧，母乳肯定是最健康的吧的喂养方式。然后奶瓶呢，现在奶瓶啊消毒的也都特别好，清洁的特别好。水杯呢可能会残留一些什么微生物啊、细菌呐、啊，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不是特别好。我选 C。好，老师他们选对吗？他们选的都不对。哦，啊、那应该是什么呢？是 B 奶瓶。奶瓶胃呀、啊？那为什么奶瓶胃啊会导致蛀牙呢？奶瓶上面又没糖，对，而且奶瓶都是消毒干净才用啊。对啊，奶瓶也不用喂饼干呐、啊。对啊。用奶瓶吃奶的孩子，他在这个奶瓶含在嘴里面的时候，他紧贴着上膛上面。对，嗯，奶瓶喂养的孩子呢，他一般都是说，现在的配方奶嘛都比较稠，嗯，都非常稠，它会紧贴在上颚上面，嗯，再贴在牙龈上面，它不容易清洁的掉。当你奶瓶拿掉的时候呢，这些软的东西呢还在，嗯，所以它时间足够长，又非常丰富的营养。特别利于细菌的繁殖，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龋病了。养生小贴士：最严重的蛀牙叫乳龋或者叫奶瓶龋，孩子使用奶瓶的时间过长，奶水就会聚集在上门牙周围，造成酸性物质的大量产生，并且迅速的腐蚀牙齿。因此，孩子睡觉前切勿饮用奶、果汁或者其他含糖饮料，即使是稀释的含铁饮料也会使龋齿加剧。睡觉前可以给孩子喝的唯一饮料就是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进到牙髓里头去了，那就是牙髓炎了。牙髓炎的时候，有些好多人就是说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就医不及时，后果很严重。比较重的时候，随着血型就到了全身，这就引起血液病了就。今日健康话题：牙齿保卫战之别让蛀牙害了你。那老师，我们这几期呢一直都在讲啊，这个口腔卫生，还有比方说牙龈肿痛啊、牙周病啊，包括龋齿，这样也就意味着我们最好是经常对我们的口腔呢进行一些。检查去洁牙的同时，它可以检查我的牙齿到底有没有问题，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一些牙裂呀，就一些缝儿啊什么的，或者有一点点小黑点儿了，我觉得都能够及时的检查出来。嗯，对，很小的黑点呢，就是我们龋病当中的非常浅的叫前龋。龋病最早的时候，在牙釉质表面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酸性物质刺激腐蚀它以后呢，就形成了一种脱钙脱矿的状况。嗯，特别是长期喝饮料的那些人。为什么长期喝饮料容易使得我们的牙齿脱钙脱矿呢？长期喝饮料的人，饮料是含糖的，它容易产酸呐、啊。他长期喝，他长时间的喝，时间足够长啊。然后它就泡的我们的牙，相当于我们的牙被泡在酸里面，你想想看，跟长期吃糖其实是一个概念、啊，是一个道理，嗯啊，是一个道理。如果要是说再进一步的话，就是下一步就是我们就是比较浅的前龋，像我模型上这个，嗯嗯，这个就是一个浅表的龋，看得到吧、哦？我们看到了上面有黑色的这个浅表的龋。它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它放这个模型做的非常好，是因为什么？它放在这个位置呢？是因为我们后面的牙很难刷得到，有些人就刷不到。嗯，当你张着口的时候，特别还有上牙的后面的6和第7、第8颗牙，你张着口的时候，这个颊部的肌肉是非常紧张的，它的空间是不足以使你的牙刷去刷干净这个地方的。所以它这个地方容易出一种前龋，当然并不是光这一个位置有前龋，除这以外，它继续往下伸进去以后呢，就是深龋了。在一个牙齿的邻面可以发生这种龋病。好，我还有两个问题想问老师，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已经开始做妈妈了，然后孩子也有2、3岁、3、4岁了。我经常去看到他们家孩子的时候，那个一口虫牙，黑漆漆的洞。我说你这个怎么在保护你们家孩子这牙齿？然后他妈妈呢就会给我这样一个回答，10有89都会这么说。没关系啊，现在他长的是乳牙，因为到了7、8岁他开始换牙长恒牙的时候，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他的牙齿的。所以我想向老师求证一个问题，是不是乳牙随便怎么烂，随便怎么都没问题，恒牙保护好了就好了？这肯定是个错误的观点啊！错误的，肯定是错误的观点。为什么呢？那么前许孩子也是有感觉的，他会有酸疼痛的，他不好好吃饭，他生长发育是不是会受影响啊？嗯。当到了龋病到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发生了牙髓炎跟咽周炎的时候，他是不是有炎症？嗯。他是不是会牙龈红肿？他可能肿的连脸都肿起来了。那时候到那个时候你再去干预他，是不是有点晚了？另外，在严重的跟咽周炎的话，还可以影响恒牙的发育。哦。然后，如果要是烂到了，就剩下牙根了，你不得不把这个乳牙给拔除了的时候，它的恒牙的萌出还受到影响。哦，所以他的观点是非常不正确的。所以刚才呢，胖胖所提出的这么一个现象，要格外引起电视机前的各位当妈妈的朋友的注意啊！不要觉得孩子的乳牙总是要脱落的，长恒牙的，到时候呢再长出健康牙是可以了。其实这样会留下祸根。老师刚才讲到了龋齿有前龋和深龋，你把这两颗牙能不能够把它的这个牙膜拿出来，我们来做一个类比。那么当电视机前的您一旦发现了自己有龋齿的时候，不管是在哪个阶段啊，比方说在前龋阶段，就是上面有一个黑洞啊黑点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治疗？当如果不小心出现到了这个深龋阶段，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治疗？这就是一个类比，对吧？对。老师，您给我们把它的阶段再简单的讲述一下。在最浅的时候，这种前龋状态，我们只要把这脏的东西，就是黑色的东西，我们把它清洁干净，然后把它补上就 OK 了。嗯。很简单，要去医院去一次就 OK 了，是吧？然后如果要是比较深的龋病，成洞了。比较深的龋病，比这个稍微再好一点，这个已经太重了，比再好一点。那时候呢，我磨这个牙齿的时候，病人会感觉非常酸、非常疼。哦。为什么呢？它是离着神经、离着牙髓越来越近了。我只要把脏东西越清，它离着神经就越近。这时候病人就非常感觉非常疼，就很多人就惧怕，我不想去补牙。但是你这个时候补牙，我只要把下面盖一层保护牙神经的材料，然后再把它补起来，还是可以完成保持你这颗牙完整的。如果你这个牙在这个时期还不治的话，它就更深到了牙髓组织的时候，那个时候牙髓受到外界就和外界相通了，那时候就可以引起牙髓发炎，就会非常疼。那时候治疗的时候，我们必须有的杀神经做根管治疗，这一系列治疗了就非常麻烦，时间也非常长，治疗的过程也非常困难。然后最后的时候呢，有些牙齿呢还不得不做个牙冠。啊，最严重能到什么程度？我听说能够到这个败血症的这个程度，是不是这样了？是吧？这是真的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那太吓人了。那你看我们这个牙齿下面，我再把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模型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牙坏了以后，感染从上面进入到下面，我这牙龈翻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从上面这一个小的洞感染到下面，然后感染到这儿的时候，这是不是很丰富的血管？哦，那么血管了，细菌就顺着血管可以走到全身的任何一个部位。严重的牙齿的疾病，严重的跟咽周疾病，它可以使牙龈肿得很厉害，而且口腔里面有很多的腔隙，它的腔隙里面感染以后，它可以堆在里面，所以呢，比较重的时候，随着血型就到了全身，这就引起血液病了，就哎呦，所以说呢，小小的龋齿千万要引起您足够的重视，啊，如果说呢不加以及时的治疗的话，很可能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老师今天也给我们讲述了如何来正确的预防龋齿，除了有良好的这种护牙的习惯之外，要定期的到医院去做检查，每半年或一年去一次。老师，我们平常能够通过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也能够兼顾我们的牙齿呢？对于龋病来讲，我们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呢？就像水果类的，就像我们牙齿有一个自洁的作用，就它可以自己清洁，通过咀嚼食物呢，把牙面上那些软的东西都可以清洁得掉，所以像一些水果、一些蔬菜啊，像甘蔗啊这些嚼的东西，都可以帮助你清洁牙齿、预防龋病。好的。谢谢老师。那今天我们的大厨啊也做了一道菜，据说这道菜呢长期的食用也有助于坚固我们的牙齿。来，我们看大厨做的究竟是哪一道菜？佳佳老师，我刚才听见专家啊跟我说，这个贝壳吃了对牙齿特别好，我就偷偷的查了一下，说这个贝壳为什么有好处？它里边含有一些钙，还有一些磷。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关爱我们的这个牙齿健康啊，预防龋齿。这个钙和磷就会对我们的牙齿特别有好处。那既然说到这个贝类呢，咱就不能随随便便的做一个贝类的这个菜肴去糊弄大家伙儿。那今儿咱们就做一个万能的蒜蓉酱。搭配这个新鲜的扇贝，蒜蓉粉丝蒸扇贝，今天要做这个吗？没错啊、哦，我太喜欢吃这个了。就是你知道这个蒜蓉粉丝蒸扇贝里边，我们称之为有两蒜，蒜还有两个状态，金蒜和银蒜。啊，要用两种啊。对，金蒜应该就是煎过的，对，过过油的，没错。银蒜应该就是生蒜吧？对，没错，银蒜就是生蒜。我们把这个大蒜呢，给它拍松以后啊，就让这个蒜汁先往外边。流失一些，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个蒜的这种苦涩味道。好了，锅里边稍微的放一点点底油，把这个清洗好的这个蒜泥放到锅里边，凉油就可以。凉油下锅。对，把它进行一个煎炸，那慢慢的去煎炒。记住了，在我们家里用的这种炉灶里边呢，锅的四周的温度会偏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勤把锅边的这个蒜蓉往锅心里边推。好，那咱们看到这个蒜呢，有一些微微的金黄色的时候，这个状态我们就一定要快速出锅。好，为什么呢？因为蒜啊，它非常的容易上色。咱们煎炸这个蒜蓉的这个油呢，它还会有一个余温，它会让蒜继续的成熟。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蒜在将近金黄、完全金黄色的时候给它捞出来。好，剩下的呢就是调味料。调味料。我们只需要往这里边加盐哦，加在蒜里。对，胡椒粉呢也是一样的，去腥提鲜的。因为一般我们这个蒜蓉酱都会和海鲜在一起搭配，对吧？所以说食材本身的新鲜，通过这个金银蒜的味道，把这个海鲜的鲜味儿给它完全的推到一个最高的状态。那你看，咱们为什么说这是万能蒜蓉酱？家里边如果出去吃烧烤，烤一个生蚝，烤一个扇贝，拿这个蒜可以。要如果说咱们在家里边蒸个蒜香的，哪怕一个蒜泥茄子，你要浇上我这个蒜汁儿啊，吃吧您就。那把这个蒜泥和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扇贝进行一个处理。扇贝呢，把它稍微的片一下，这样的话让它成熟的速度相对来说要快一些。好。好了，那咱们把这个切好的扇贝放到盆里边，还是继续要给它一点点的盐，让它杀出一些水分来，是让这个扇贝的口感更加的紧实。好，放一些姜蓉。水里的东西啊，食材一般都偏寒。啊，要加点姜丸呢。哎，没错，姜不光是驱寒啊，还可以帮助我们让这个去腥提鲜。好了，直接把调好的这个蒜蓉酱放到里边。把这个蒜蓉先和扇贝进行一个搅拌。那搅完扇贝以后呢，咱们再把一般都会给这个扇贝搭配一些粉丝，对，绿豆粉丝，粉丝也要拌上酱料，对，让它入味儿。没错，先把粉丝垫在底下。你看看，真是没少吃啊！吃起来倒是快啊，做起来还是需要一些步骤的。把这个粉丝摆好以后，再摆上。大扇贝呀，任性。那这个扇贝食材摆放一定要注意一点，不要把它这样摞在一起啊，因为要蒸。对，让它成熟度一定要让它平放。那还有这个碗底的剩下这点蒜蓉，一点都不浪费。对，不能浪费，这个太香了。准备工作就是这样，咱们直接蒸锅上气。好。好了，4分钟到，关火。我特别享受这个打开盖的一瞬间，一种鲜蒜香味道。哎，我能看见这有白色的酱汁儿出来。对，这就是扇贝最鲜美的地方。哇，我盘子已经准备好了，我口水都已经掉下来。赶紧把它拿出来。好。因为这个扇贝啊，在这个现代时间段呢，它只是80%熟啊，就在最后这一瞬间才能让它的香味完全的释放出来。稍微的热一点点的油。这道菜虽然很快，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好煎熬啊！哇，最美妙的声音，真的是刺啦刺啦！我自己怎么就做不出来这个声音呢？应该今天学完以后就可以了。咱们这个蒜蓉粉丝蒸扇贝，这就算是大功告成喽！完成喽！蒜蓉粉丝蒸扇贝，一姜蒜分别切蓉，扇贝洗净，剔除外壳备用。二，取一半蒜蓉下锅煎至金黄色后捞出，用少量盐、胡椒粉调味。 将剔好的扇贝放入盆中，加盐去水，静置片刻。三，将泡好的粉丝、姜、蒜蓉、扇贝肉放置扇贝壳之上，上锅蒸4分钟。出锅后淋上一点热油，一份既鲜美又能预防龋齿的蒜蓉粉丝蒸扇贝就完成了。在干嘛？我想吃一个。不是。 你先告诉我，吃扇贝、吃这些贝类食材有什么好处才能有？说了嘛，就是对牙齿特别好啊，就是它有这个钙和磷啊，大家要多吃扇贝，多吃贝类的食物，这样可以让我们有效预防龋齿。我能吃了吗？算你过关吧。行。哎，好香啊，夏晨老师，这个蒜香。嗯，哎呀。